观众们，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个茶非常好喝哦，而且呢，这个茶呢是来自于台湾所制造出来的哦。这个茶是来自于台湾桃园区文山街三号，是来自于一间公司，名叫做柏林事业有限公司，也就是我的那位伙伴名叫朱梅姐，她人真的是很亲切哦，而且呢还特别给了我这一盒的这个茶，而且这个茶呢，我现在是非常非常好喝的嘞，要不然我们现在尝试一下吧。这是一款友善蜜香的红茶，茶里的成分呢都是只有纯的茶叶而已，一盒里面总共有10包独立包装的茶袋，非常方便的使用。当你剪开那个独立包装之后，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茶袋是三角形的，因为只有这样子的包装才有办法能够让那个茶的香味给带出来。除此之外呢，它的包装和后尾还有冲泡的方式哦。最重要的是，当你泡这 150ml 的水的时候，浸泡5分钟后，就记得把这个茶袋给拿上来，而且单单的这个小小茶袋就可以泡3杯哦，3次的 150ml 哦。真是非常好喝哦！很烧哦，所以观众们还在等什么？赶紧现在快点扫描这个 QR code， 然后呢，进去那网站里去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到底这个茶有多么多么的特别哦！真是超好喝的这个茶 ，Oh my god， 真是好想念它。朱梅姐，你在哪里？我要喝多一点。这次惨了啦，我的裤子好像不见掉哦。Oh no！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一来上班，我就把我的裤子放在这个 bag 里面了吗？怎么搞得像我找来找去找不到的哦 ？Oh my god！ 惨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我要想到底我的裤子是别人拿到哪里去，还是有人穿错了裤子？我相信一定有的。Oh my god！ 怎么办呢？哎，看到了，这边有一条裤子。哎，等一下。这裤子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卡勒嘞，我的裤子是黑色的嘞，惨了，这边也没有嘞，哎呦，怎么办呢？到底有裤子在哪里啊？我要去上个厕所一下先。哎，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喊了这样大声，哇，我的天哪！应该是我没有穿裤子的关系吓到他了吧？哎呦，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现在要大便了啦 ！Oh my god， 真是的，那个马桶在哪里啊？应该在里面这边。哎，奇怪，刚才那女子哎不见了哦。那女警察应该是不见了，不要紧，来，我们进去里面这边。哎呦 ，OK， 哇，厕所终于到了，我们搭个便先。整个人虚浮晒 ，OK， 好了，来，我们现在可以继续来找我们的裤子在哪里了啦。喂，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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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你们在干嘛？都给我举起来，你这个变态啦！喂，你们不要乱来，不要乱来先了。我刚才是没有穿裤子，然后来这边，因为我找不到我的裤子，我不懂谁拿掉我的裤子了。你又想欺骗我，你这个变态啦！我不是你们这边最大的 madam， 你这样子对我。哎，我真的是无意中，你从厕所跑出来，不小心看到我没有穿裤子罢了吗？这样子都要拿枪指着我，等下先。咦，哎，这位兄弟。我觉得你应该是穿错裤子了吧？什么？我穿错裤子？怎么可能？你自己看一下喽，你身上穿的是蓝色衣服，然后你的裤子是黑色的。哎，我的衣服是黑色，我应该穿黑色裤子吗？你应该穿蓝色的吗？你搞什么鬼？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哦。啊，也许是可能我已经穿错裤子了。不好意思，对不起。OK 啦，非常的棒，所以终于我们已经找到回我们的这个裤子了啦。所以现在呢，我已经穿了一整身都是裤子的衣服了。OK， 我没有再脱光光了，所以 Madam， 你现在看到谁没有穿裤子，你应该怎么办呢？你这个变态啦，没有穿裤子相爱隐喻我是不是？我把你给杀了 ！Oh my god， 原来这个 madam 真是那么可怕的、啊，没有穿裤子吧？这样子都要把人给打死。OK， 算了，不要去理会这么多，来，我们去外面吧。我们现在要做东西，去找那个警长。哎 ，Oh my god， 喂，哇！等下先，喂，开玩笑。Oh no， 他真是把那个人，等下先啦、啊。咦，哇，打到尸体都不见掉啊！我的天啊 ，Oh my god， 这打到连尸体都不见掉，真是太离谱了吧！哦，幸好刚才你找回你的裤子，要不然死的人就是你了。对啊 ，Oh my god， 真是太够力了哇！那个 madam 真是超可怕了嘞。OK， 没事，来，我们出到外面去巡逻先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去哪里巡逻嘞？我不晓得有多少辆的警车可以用啊，不要请问一下警长。Hello， 警长，问你一下，我们外面呢有多少辆的警车啊？我们可以使用来去做巡逻了呢？竟然有面对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我们警察局啊，缺少了很多辆。
辆警车，感觉好像已经不过来给那些警察巡逻了。哈，不会吧？这么多辆警车，外面你跟我说没有警车可以让我们警方巡逻？怎么可能的事情？真的，我没有骗你。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我可以带你吃到面去看一看。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很多辆警车都已经坏掉了，全部要被修理，我们完全已经不够警车了吗？怎么可能的事情？我绝对不相信。等一下你们看。Oh my god！ 你们看一下，这边有三辆警车，三辆警车都是这样子哎，我的天哪 ！Oh no！ 你自己看一看，有多么的严重，你知道吗？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三辆警车这样子坏掉啊，然后呢，其他的警车已经完全没有啊？不会吧？我们目前呢还要求那北部的警察运一些警车过来我们这一边。真的啊，完全没有警车啊 ！Oh no！ 表姐，我们问一下他们这一些警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呦，这边有一点小。小问题啊，不晓得为什么这辆车子完全不能够启动啊，到现在还找不到答案啊。哦，这边好像是黑油的问题啊，我这样修修下应该就可以了。等下我来尝试一下启动。哇哦，至少还有一辆警车呢，能够知道什么问题啊？不要紧，来，那一辆呢？整辆车抬到上来，我相信他们应该很容易找到问题了吧？这辆警车已经不能够开动了，相信应该是有关系到 Officer CK 的 YouTube 频道的。哈，有关系到 Officer CK 的 YouTube 频道啊？不会吧？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有超过 78% 的观众还没有订 Officer CK 的 YouTube 频道，所以才不能够启动呢？嗯，也许是这样子的可能性吧。OK， 这样我知道了，观众们，如果你们还没订的话呢，赶紧在影片下方点下订阅，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这样子的话，这辆警车就有办法能够拯救起来好了。Oh my god！ 我的天，不是这个东西弄好好了吗？哇，你们看一下，他被警车压死了。Oh no！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警方不是不能够去巡逻了？我们必须要拿一点警车去巡逻哎，这样子怎么办？我们今天休假吗？哼，当然不是休假。你以为我给你们工钱是免费的吗？你还是有一辆警车可以使用的，拿辆警车去找更加多的警车吧。这样快点跟我过去。OK OK，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选择那一辆警车吧。我们使用那辆警车了之后呢，我们去找更加多的警车。要怎么样去找呢？好啦，终于都已经到达了啦，这边应该就是洛杉矶最出名的这一个车厂，我相信里面应该有卖很多辆车子了。来，我们进去里面看一看。哇，你们看一下前面好像真的是很多辆车嘞。哎呦，够力哦，你看好多。老板老板老板，嘿，我是 Officer CK， 我跟你们讲哦，我现在来这边购买一辆车子啊，不晓得哪一辆车子是最漂亮、最美丽，而且最便宜的，有吗？我要把它改造成了警察车子，可以吗？啊，你要改造车子变成警车啊？好的，没问题啊。这辆车子呢是最适合的，速度又快，引擎又好，而且内装也非常非常的舒服，价格只需要400万。哈，400万啊 ？Oh my god， 这么贵，怎么可能的事情？我不可能买一辆警车，然后就400万吗？有没有再便宜一点的？哦，原来你不够钱呐、啊，400万不行。好的，没问题，我介绍一个比较便宜一点的，这一辆也是非常不错的，颜色又漂亮，而且内装也非常非常的舒服，前面的硬壳也非常的硬，这辆车子绝对是警察车子的最好选择，而且这个价格也不贵哦，只需要500万而已。哇，500万，我的天哪，不是说越来越便宜的吗？怎么换进是500万的？哎，老板，你不要玩呐、啊，我是400万的买不起，还给我500万，你是什么三八啦？哦，对哦，你是说要便宜一点哦。好了，没问题，这辆车子更加的够力，而且呢非常非常硬，如果你开枪的时候啊，哎呦，子弹都射不进啊，很高烂的、啊、这辆车子呢价格需要600万，如果变成警车的话，呼呼呼，800万应该没有问题吧。喂老板，哎，怎么是600万了？刚才400万跟你讲便宜一点，然后就500万，跟你讲要便宜一点的话，你给我这600万。哇啦喂，你在搞什么东西？你看耳朵有没有挖干净？你在听我讲话咯，我要便宜一点，你会不会听？哦，对不起啊，如果你要更加便宜的话呢，我们这边是卖高等的车子。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给我出去外面。哇啦喂，这个老板啊，真是越来越过分了、啊，你给我走开，你真是的，不打死你不行啊！哎呦，真的是啊。Oh my god！ 我要便宜的啦，老伟，我根本就贵干嘛？啊，有没有钱买啦？真是的！那、啊、现在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该怎么办？惨了咯！我看这样子吧，可能我可以抢一辆市民的车子呢，然后把它改造成警车。也许这样子的话是最便宜的，而且又免费，对不对？我们就尝试一下吧。哎，哎呦，电话来了哦！怎么会这样子的？让我去接一下电话先。哎 ，CK，
我告诉你啊，你绝对不可以抢市民的车子啊！我听到你在说什么的啊？啊，是的，是的，警长，我不会偷爱市民的车子的。Oh my god！ 我的天啊，怎么会被警长听到的？怎么还？难道那个警长是放那些那个偷听器在我的这辆警车那边？是不是？啊，我相信是啊，应该是啊，不然的话呢，为什么还叫我乘坐这辆警车，对不对？啊，我想到了，我把这辆警车烧掉，烧了之后呢，哈哈，我把它换另外一辆警车出来，这样子的话应该可以吧？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好，可以把我的这辆警车给烧了，而且不会有人知道的。来，就是这个地方好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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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啦，就是这样子啊，灵火油，灵火油，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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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哎，你在干什么？哎。警长，哇，警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一边呢？Oh no， 惨了！原来你是要把我们的警车弄爆炸了，哼，我绝对不会让你成功的。警长，警长，等一下，你不要上车先，你启动了那个车子，等下会爆炸的。Wait one， 关过。Oh my god， 警长，惨了 ！Oh no， 各位警察们。逮捕 Officer CK！ Oh my god！ 惨了惨了惨了！我有，为什么警察要来追捕我了 ？No！ 我都已经讲了嘛，不要去乘坐那辆车子。哎呦，这个警长不会听话了，现在竟然叫警察来追捕我 ！Oh my god！No！ 惨了惨了惨了！哎，不要不要不要！警察们，不要不要 ！Oh my god！ 惨了惨了！哎，等一下等一下，冷静冷静 ！Oh my god！ 惨了，警察全部追捕我！啊哈哈 ！No！ 我看如果我躲在这边的话应该可以吧，快点快快躲躲躲躲躲躲起来，危险啦 ,Oh my god, 咦，他们应该是没有追下来了是不是？哇，太好了，哇，感觉好像他们是没有追下来的 ,OK, very good,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现在还是要找到另外一辆车子，只要我们找到一辆车子可以把它改装成警察车子的话呢，我们拿回去警察局，然后告诉警长说我们真的找到一辆车子可以变成警察局的样子，那么呢当然警长就会很开心，那么他就不会派出警察来追捕我们了啦，对不对观众们？如果你们认为对的话呢，影片下方赶紧点下赞好不好 ?OK, 快点快点快点，我们找一辆车子先。哦，你们看一下。前面好像有一辆很漂亮的车子哎，哇哦，竟然是一个奔驰哎，而且是 AMG 哎 ，C635， 哇，好帅哦这辆车子。OK OK， 好的，我看我能不能进去里面，要怎样进去边，让我看一下啊，这样子打破玻璃，哇、哦、吼吼，可以，哈哈 ，OK OK， 来，哇，你看一下里面的内装，帅哦。美耶，哇，我的天呐、啊、！OK OK， 来，我们乘坐这辆车子去那修车厂那边，然后把这辆车子180度改变变成警车。Yes， 我看这样子的话呢，然后拿回去警察局，那个警长应该会很开心的。Let's go。好了，前面就是修车厂啊，我希望他有办法能够把这辆车子改造成为一个警察车子。哎，来来来，就停，把这车子停在里面去。好，开开门了，开门了，开门了 ，Let's go，Let's go，Let's go。哇哦，我的天，哎。搞什么鬼？怎么样子的？哇哟！哎，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到你吗？当然有啦，这辆车子呢，我想要把它改造成为警车，我希望你有办法能够帮到我。你看这样子弄到来是多少钱呢？这样子弄到来其实也不会很贵啦，我就给你25块美金就好啦。25块美金正好，哇呼 ，yes， 哇，快点快点帮我把这辆车子变成了警车，我的天啊，25块罢了，太好了，哇呼 ，yes。好啦，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那辆车子有没有变成警车。哇，你们看，真的是变成了警车嘞！哎呦，奔驰的警车好帅哦！这个已经是我们做到最顶端的那个警车了，而且这辆警车呢，非常非常的快，引擎也非常的好。好啦，只收你25元，但是呢，要非常小心，因为这辆车子呢，有可能会爆炸了。哎呀，会不会爆炸不关我的事，总之拿到这辆警车回去给那个警长看了之后，警长开心就可以了。哇吼 ，yes， 谢谢你了。好了，现在我们就拿这辆车子回去给那位警长了。警长，警长，我回来了，你看一下，我成功把一辆车子改造成了警车，而且是非常帅哦，是奔驰来的。哇吼，哇，这辆车子果然真的很棒哎，我想要测试。测试一下啊、你想要测试啊？这一辆警车，有一点不是。哎，等下，等下，我觉得你不要测试比较好吧，因为有点危险呢，可能有一些东西还没有修理好的，我觉得有点不是。哦哦哦 ，Oh my God，No！
警察们马上给我逮捕他。Oh my god， 我又在被警察抓了。哦，快点保险，快点保险，哇，那警长真是很笨。好的，各位观众们，感谢你们各位的观赏，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记得点下订阅哦，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各位拜拜。